你主机耶，这边我先把它关起来。他们现在，我们在讲话，你都有听到就对了。对，收听。但都是你的啊，你什么树蛙灵桃，你还敢？小师又来啦，今天终于逮到机会可以出外景，好不好？今天现场风很大，风和日丽，出外景就是什么，可以不是来排毒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来到新竹，看到我刚刚走过来，路上都是什么斯麦特，这么可爱的车子，也是让很多人哈望之却步。为什么？感觉好像是这个很傲娇、很娇贵、很难养。为什么今天小师要来新竹出外景？当然是出来玩的啊，不是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小师有一个老朋友，认识超过15年以上的好朋友，他专营这个斯麦特的车系。那我们今天找小帮手一起来出外景，顺便业配，好不好？发票记一下啦啊、哦！这不是不没有业配，没有收钱的啦，小师没有在业配的啦，好东西才跟大家分享啦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想买 Smart 这个车子，可是呢，对他又不了解，很怕受伤害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找这位达人，好，来看看 Smart 的车要怎么选购，是不是像传闻中的叫你抠把？走，处理啊！艺人，哎，你在干嘛？检查。这个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矮哎，是你长太高啦。你知道我跟艺人那个发票寄给你，业配的钱要记得汇过来。我跟艺人已经认识超过15年了，有了，超过了，超过了。如果要公购，现在拿一些花生米啊，还是啤酒的话，大概可以追溯到15年前。好，他还刚退伍的时候。哎，你还记得？哎，到二审道没有人理他，只有小师，佛心的小师愿意陪他聊两句，没想到这一聊呢，就是15年的起鸡皮疙瘩，你真的都记得孽缘开始，好不好？结婚，小朋友也生了2个，都上学去了。再下一次我来拍的时候，就是做阿公的时候，不要隔那么久了。但是之后哈，艺人钻研在这个 Smart 上面啊，你花了几年研究这个车？其实没有，艺人一开始是兴趣，对，一开始是我老婆说要。大概02年的时候，接触这个车，2002，又是一个假主的，对，人字旁，假装的假，人字旁的假。你老婆觉得可爱，然后就开始处理了。对，她说要么就是1007，不然就是金龟车，然后不然就是 Smart。我说，那还是 Smart 好像好一些。哎、欸，这样一搞了。10年哦，02搞了17年了，时间过得快，对，哦，17年，哎，那我真的没错，我跟艺人应该是刚退伍的时候，所以认识15年以上是没有问题，对，好，那
为什么今天来拍这个车，就是我要请这个我们专业的异能兄来帮我们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，到底 smart 有没有那么可怕？哎，你知道网络上啊，那 smart 空格通病 ，smart 关键字空格好养吗？有没有？smart 空格修到死哦，很可怕嘞。我们今天来辟谣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今天针对 for two 的部分。好，好，走。对对对，我们先去从第一代的开始，走吧。好。异能这第一代对不对？对，第一代，这个是上市以来第一代大圆灯，全世界都是第一代。对，它从几年到几年？1998年开始上市，到这一款的话出到2001。那这款当初它的引擎形式只有一种吗？只有一种，可是在台湾只有一种，台湾就是599。599的，对，汽油引擎，涡轮，涡轮，对，然后六速前进，六速手排，对，自手排，六速自手排，前进六速手排，很专业，我告诉你，所以加道长是七速啦。对，对，但是国外有柴油版本啊，台湾哦，国外有柴油，这个车哦，因为我吃过亏啊，我以前卖过一台这个车，然后拜托异能好几次，我印象很深，底下有两个铝制的水管啊，磨破掉在滴水，对，然后那个水管很贵，从头到尾，对，头到尾，对，从头到尾，哦，对，这个车的引擎都在后面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啊，它这个后面会不会里面很热啊？不会啦，它其实引擎的温度不会进到车内，但是冷气的温度没有办法达到冷房的效果，所以你说它会冷气不够力，对，没有错。你看我们异能跟小狮一样，都讲话都不会胡烂的，不冷就是不冷，对，好不好？他换挡会这样子，这样子也是正常的，这是他的特色。对，这特色有没有？他不会这样子，我们还不喜欢。对，我跟你讲，骑马也是这样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这样讲？对，所以这个车前后刚好而已，我们就驾驭它像在骑马一样。重点是我们如果要买到一台，观众朋友想要买到一台这个第一代圆灯大圆灯的，何况我们不要说顶尖呐，哈，一般正常，你觉得行情市面上大概会在二手车会在多少到多少之间？如果他真的有，真的像他讲的整理过，然后到你现在手上是不要说完美，但是他无代修，应该在13-14万是一个合理的数字啦。我说实在话，哦，就是大概不会超过15万，就是600cc 的车子，然后就是以现在健康来说，不能说它完美，但是它正常可以使用的状况下，13-14万是一个合理的数字。那我们这样讲好了，我花了13-14万买到一台还可以的车，对，它是正常使用，对，哦，东西该换就换，对，正常保养是。那我们哈，哦，消费者应该还要身上留准备什么？准备一些多少钱来以备不时之需 ？smart 的车子啊，其实比较担心的是马达类的，它的马达就是变速箱的换挡。你是说从以前到现在还是这一款？哎，它其实这一款的马达，它是从1998一直用到2006。哦，所以它的变速箱的离合器马达跟换挡马达都是都共用的，1998到2006都共用。我懂你意思。对，所以价格都一样。那个大概要。如果是离合器马达，大概在10000块上下，材料条我们是新的吗？还是新的？哎，要不贵呢？说新品大概10000多块，在10000块上下啊。对，那当然车主如果他有自己可以购买国外的产品的能力，当然他还会再低一些。哦，所以你说10000多块是在台湾，只要我钱拿出来，一定买得到的价格。对对对对。因为我们怕有时候怕冷门车有钱买不到材料，要等材料，无为无为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比较贵的，就是它的换挡马达。啊，换挡马达。换挡马达这个，如果说你是回台湾的总代理去买的话，这个换挡马达应该在3万多块。3万多块。对对对啊，当然如果一样有能力国外买的话，2万出头就有。哦，所以还是有一个1/3的可以省掉，打个八折啦。哎呀，这都是不含工钱材料的价格。对对对，材料。98到06的避震器的价格应该都差不多吧？它刚好98到01是前面是走叶片式的，它前面并没有弹簧。哦，没有弹簧。对对。然后02之后才改麦花臣的避震，前面后面是都一样。对对。那02之后改麦花臣的话，它的。其实减震筒啊，它的防尘套上座其实花费差不多啊。那主要是这一代来讲，它前面的那个它的那个叶片式弹簧真的价格非常比较贵，非常高，2-3万块。但是现在还不容易买得到新品，因为这个20年的车了，有点难。好，这个也是网络上网友很常见，像这种塑胶壳，对它到底这个车的防撞能力，你有没有实际？做撞击测试过，应该是应该有很多车友应该有啦，我后面有很多碎片零件，碎片，哎，你看起来就恐怖的嘞，因为
因为它这个早期啊，它这个是 ABS 的材质，对对，所以它晒久了以后，台湾可能紫外线比较强，晒久了以后它会硬化啊，所以它轻微的碰撞压一压还 OK， 但是你稍微大一点的力道，它会裂开。对啊，这个是早期我们2006年之前的车壳的通病，通常都会遇到。对，但是它跟你车身的安全强度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车子就是它把所有的骨架都做好之后，这个车壳真的是装饰品。你像这个啊。不能太用力弄。对，就我都跟客人讲说，你们糖外切哦，要不然一串就破掉了。对对对，这个会裂开。所以像这个坏掉，它是用修的，还是再去买一片新的？买得到吗？贵吗？它都买得到啦。那价格大概平均起来，每一片都大概在，如果原厂来说，大概在7000块左右，可能买不到了。Mitai 的会比较贵。没关系，我回来贴膜就好，水转印有没有？对啊，好，水转印一下，看你要什么颜色都没有关系。对对对。其实那时候。这个车出来的时候真的蛮轰动的，因为很像乐高，有没有拼装车这样？你可以哪一片要改什么颜色，骨架要怎么弄？所以啊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好，我们600cc 是到底可不可以上高速公路？可以，因为是说在2000年，我时间点差不多了，大概在1999-2000年，刚好 Smart 上市的那段时间。未满1000cc 以上的车是不能行驶高速公路。嗯，但是那时候好李家在来了一台马蒂斯。哦，马蒂斯，对对对，然后马蒂斯那时候是大家一起去弄，对对对，所以那时候就弄了之后就可以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过关了，可以上。所以现在只要是合法有发大牌的车辆，都可以行驶高速公路。也没有比它更小的了。目前是这样，599算是最小。那这个车如果上了高速公路，对，可以开到100几。会不会很飘？我说实在话还好，蛮稳的，反而是现在新款的稍微飘了一些，因为它坐比较舒适，但旧款的避震器它就是硬，所以它其实不太飘。然后你说它可以跑到多少，它的表有多少就可以到多少，它表到多少？140还 OK 啦。对啊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代，走。好啦，我们来到了第二代。你当初怎么会有勇气买这个车？当初一开始只是想说给老婆代步用。哦，所以本来怎么又一个假赌的？你看，水电包有没有？没有漏气的，直接就处理下去了。妈，你讲得出征服宇宙的状况吗？地图也是有三宝，我有左转车，妈他挡在我前面。不要攻击我，王军。对，妈的，他妈车厂都搞这一套。Another song for the little man holding my hand, waiting for the day.